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的小月里要讲的是 L shape， 就是 L 的形状。我画了一张图哦，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，可以喊我一声发给你。你看上下两个图，它们的三个点点都代表了一个 L 的形状，它们代表就是一个145的和弦进行。比如说，如果这是一，往膝盖换一根弦就是四，往右手走两格就是五。以它们三个音为根音的和弦 G、C 和D， 好 ，D 你也可以这样按了啊，就是成为一个基调的145。比如说，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我有一只小毛驴，我从来也不骑。其实，在英文歌里面，很多很多的歌都是145和弦进行，反而是中文歌比较少。应该说以前也很多了，你看儿歌都是哦，但是现在不流行这种，现在都流行那种娘里娘气的那种 R&B 哦，我学这种东西哦。那我们大叔不流行这个啊，所以如果根音在六弦的话，就是一往这里，四往那里，五。那如果根音在五弦呢？比如说以这个为例，假设它是一的话，往下八就是五，往这边两格就是四啊。比如说以刚刚那首歌，只是毛驴，我从来也不骑。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骑车去赶集。好，英文歌也很多。How does it feel？ 像 Bob Dylan。How does it feel？ 好，所以很多很多的英文歌，以及99%的布鲁斯蓝调，都是145的和弦进行。所以你学会了 L shape， L 的形状，你就可以弹出所有的145和弦了。好了，有什么不听不清楚的，你可以想办法找到我问我啊，或者你有任何的，或者你想要赞助我，你也可以想办法找到我。OK， 拜拜。